的摊商啊，虽然最近生意啊，无像过去安尼人差差差啊，我相信啦、啊，啊，这个很快就会过去哈。啊，但是家己的身体健康嘛是较重要。感谢大家配合，啊嘛祝大家哈啊都可以啊啊做好自己的防护。办政府参加的区议会，为着要降低疫情的传播机会，目前除了经济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戴嘴罩之外，嘛增加消毒的频率。出入口会提供酒精喷雾器，设置嘴罩回收桶等等。县长王章良日前特别前往来视察，关心慰问之外，也希望民众会当安心来采买。基本上，即马嘉义县政府针对30个景点，啊，在放假前啊跟放假后，我们都会做全面性的消毒。那今天整个啊在跟摊商加油打气的同时啊，啊摊商也提出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口罩的数量似乎有点不够。那第二个部分大概最近的啊状况没有像过去那么好，所以是不是租金可以做适度性的调降？那我想啊，在整个嘉义县政府农业处啊，跟我们区议会啊，大概都啊有在合作啊，也正面的回应。口罩的问题，我们会跟中央渔业署，那很快的第二波会做相关的处理。那有关于租金调降的部分，那我们的区议会也会跟理事会啊正式提案啊，等到疫情过去以后再恢复。我想这个也是应该要去做一个必要的处理。王章良讲，针对大商的问题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，短时间的降租金，等疫情结束了后再恢复。供应以外，你家己有时啊，家己去买口罩啦，哈。有啊，我就去排队啊，有时候排不到，然后口罩等于一天用三，够用。三两够用，就是口罩一天用，只用两点用三干啦。哦。对啊，对啊，系啊。好，安尼了解。虽然不足的部分。会向中央渔业署进行相关的处理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